来了，大家好，我是叉子。大家好，我是湘西东宝啊，老乡。叉子哥是老乡啊，对，湖南的啊。今天晚上我们在那个去八家连房参加那个闭幕式已经结束了哈。然后我们现在坐在我的房间里聊天，聊聊啊，对，和老乡聊聊啊。因为东宝这个人啊，真的是非常接地气、非常实在的一个优秀主播哈，也是我们湖南老乡，都挺厉害啊，叉子哥也很厉害。之前我们一直在私底下有联系过，但是借平台这个西瓜Play，我们终于见面了，认识很多朋友啊，终于见面了。东宝，以后叉子哥越做越好啊，你也一样，步步高升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加油。有时间去我们郴州，你有时间很近的，来我们湘西，去带你赶山。我们都是两个边吧。一个南一个西，哦，那车有点远，估计。就是前段时间我是打算去湘西的凤凰古城那边，因为那边很多那个什么土家族啊、苗族啊等等，对，我想去拍拍那些苗族的风土人情。你还是属于旅拍吗？现在？也可以说是三农，也可以是旅拍，因为我们常年是在全国各地跑的，当时平台给我们划分这个领域啊，他都不知道怎么划分，知道吧？要么就是旅游，要么是三楼，为那个也可以算。对啊，为那个也算，看生活是吧？就这主要是这三类了。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大西北、大西南啊、云贵川啊、东北这些地方。你们这个成本高，但是你们都玩尽兴了，玩得很嗨。确实，其实很多家人不用我们天天对着我们那个山。对，你其实我很羡慕你，东宝，不用到处跑，真的。很多家人们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到处跑很风光，每天可以去玩，是吧？但是不知道我们背后的辛酸，真的。这个到处跑，其实你如果想转型，真的转成真正三农，很难的。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一步，流量急剧下滑，就是他不像叉子哥他们不跑，那就没什么流量。对啊，已经它里面那个里面用户已经识别成那种带有旅游性质的。对，不是真正的那种三农。我每次我跟你说，我从外面回来之后，然后在家里我就被停更一段时间，因为找不到灵感了，真的。所以我的灵感一般是在在路途中，对，一直在路上，诗和远方，遇到一些奇人趣事是吧，对，就被用我的镜头记录下来。平台这一块哈，对于我们三农还有旅拍生活都是很支持的，对，扶持很高的。对，所以说你们这就是成本太高了。对啊，你看我们每天出去，就光这个油费、过路费，还有住宿师等等，这个费用一天要好几百。然后现在我们的视频收益现在入不敷出，你看了是吧？从今年，从现在开始，从那个西瓜不累开始，这个像他们旅拍的就入不敷出了。对呀，现在没独家了，现在收益很低很低了。确实，我们呢，说光是靠拍视频，这个收益呢，真的是养活不了一家人，真的。对，确实。很辛苦，要加油，对，要加油，加油，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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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加油。其实叉子不上延时哈，真的。我也是闷骚的，大家不知道，我很闷的。我跟你说，东宝，其实我们的家人们啊，很多也是你的粉丝。那湖南的，湖南很喜欢你，所以我今天江西的很喜欢。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你到我房间来，咱们聊聊天，是吧？是。有时间以后是不是啊？多教你。对，互相走动，常联系。哎，你房女朋友来我们湘西啊？对。来我们湘西，其实那风景还蛮不错的。确实。那春天的时候来，或者秋天的时候来，那个时候特别不错的。对，听说你们那边很多野果子，什么野果子都有，是吧？对，你能想到基本都有。哇。有时间可以去湘西，到东宝那边去做客，欢迎，谢谢，只能在喝茶了，以茶代酒，对，我们以茶代酒，情更浓啊，对，这个老乡情谊啊，真的，没有时间真的去那边看一看，来呀，我说你来，到时候给你安排好，不安排，那个是小薇现在怎么样？好很多，就这次我明天回去，后天周五我们要去长沙复查，哦，到长。看到他的时间做手术那个时间还挺辛苦的。对，嫂子是我的铁粉，我上次是叉子哥跟我说了，说嫂子是我铁粉。对啊，上次你在我们那个西瓜群里面嘛，我看你留言湘西东宝嘛，然后我才关注你嘛，然后一看，哎，东宝这个视频拍的真的很接地气，刚好这一次我们又参加这个活动，对，大家就见面的机会了，是吧？对啊，
你看这个西瓜 Play 举行之后，我们主播都可以在一起，其实认识很多新朋友。真的，其实它真正的意义，西瓜 Play 真正意义不是就是说就是来什么参加会议啊、聚会，或者是什么开那个闭门会，或者是那些晚宴这些。其实真正意义就是在于所有作者交流一下。对，因为每个作者，像我的粉丝群体也在说，就说，哎，东宝你的视频，哎，现在同质化太严重了，天天拍那些，其实一样的。现在所有作者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，视频就是。没灵感了，都不知道怎么拍了。对，困惑了，很困惑。对，现在谁，无论是谁啊，比如海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拍了。确实，但是就现在单价实在太低了。你们那个环境是，我觉得，哎，我觉得外面旅拍今年是扶持，我感觉旅拍它还不是个长久的资金。嗯，我觉得不是个长久。我是这样打算的，开销太大了。因为，我们每次出去啊，然后开销又大，然后拍视频收益又低。对，我们明年是准备在家里拍，就像你一样的。拍拍沙龙这一块，你这个过程它是要有一个过渡期的。你这个马上一个领域的转换，它的垂直领域放了你一个过渡期的，你可能半年一年那播放都很低。这个东西你要坚持住，要垂直，跟你一样的，每天都这种类型的没拍视频。对，你要把它做垂直。所以这一块，东宝是这一块的领域的沙龙的优秀主播哈，对这一块我要向他取经的，真的，他多多学习，没有多互相学习。其实做视频其实差不多，其实，主要是就是里面很多有一些东西，就是就是说灵感之类的，就是拍视频的方式这些，就是这些东西。其实拍视频，相机摆在那儿，有个什么就拍了。我问你，你每天都会日更是吧？我日更两期，一个两期，365天都不停的。有，就今年我，就今年我媳妇住院了，我才停了，加起来一共停了几天。哦，因为我开始看了一下你这个主页，有1000几百条视频呢，有2000多条。哦，2000多条，家人们，你想一下，你做了几年了？3年多，正儿八经做3年多了。做了三年啊，比我多做一年啊，我整整做了2年。嗯，我，你就如果你要算开始那个，就是让我爸他们在家里拍，那还就4年了。哇、哦。一开始我做了2年才发了400多个视频，那你们是追求那种比较高质量视频？有没有？我就是有什么拍什么，真嘛，你这个是真。真的是很真实，很接地气。我刚才都说了哈，又实在，不管他是拍什么视频，大家都喜欢看，真的，特别支持东宝。再问你一下，东宝，就是你拍视频，一般灵感是从哪里来？灵感？对啊。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灵感，像我前两年刚回去的时候，其实我拍视频质量很差了。其实我上次我拍个视频说，就是说我回来几年了，哪个山头有哪种野果，哪个山头有个什么东西，我现在都摸清了呀。我就是说，其实我每天有时候不拍视频，我要山里转一趟，就是那样的。我山龙，比如我拍到赶山的，或者晚上拍个吃饭。其实我的视频主要还是围绕着赶上来，晚上那个视频就是很简单的，只有晚上视频我想都不用想怎么拍，回来有个什么菜炒什么菜，就那样的。所以说东宝拍的视频都是自己本身真实的生活展现出来给你们的，没有任何剧本的，是吧？我视频确实没有什么都不用拍的，反正就是第一个视频有点扎实啊，就是有的在山里东西少，拍个视频就感觉太枯燥了。甚至我有的时候很多我粉丝就说，你就拍，没找到那种情况也可以拍个视频啊，没人看呀、啊。那你就想找到东西，找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。也不光是我找，对，到处问嘛。不是，对吧？你像我们啊，我们是住在城市里面，然后一天拍自己的生活就很平常，对吧？太平常了。就像今天那个我们三龙那个阿德老师说的，我们山区有天然优势。对，我们湘西有天然优势，什么都有。所以说我很羡慕你，真的生活在那个大山里面，是吧？对，但是怎么说呢？上天给我的这个机会吧，我要生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他有那些东西可以拍。你像一些平原地区，那你真的不知道拍啥。就比如每次我去我老婆家，我就变成一根了，我不知道拍啥，知道吧？对，东宝的视频真的是源于生活。反正我就是有什么拍什么，就是这样。我看中你晚上的腊肉，然后到时候给搞几坨，那个小问题，我家养2头土猪，2头猪啊，对，今年可以去买一点，不用买，那个小问题。2 hours later，刚才跟东宝不知不觉就聊了1个多小时，真的，今天跟东宝的
互相交流一下，学了很多东西哈。互相学习，那个时候是互相学习。真的，因为现在快1点钟了哈，我们明天就要返程了。东宝明天是几点钟的车？我是2点钟的飞机。哦，明天2点钟的，明天下午2点钟的机。对。就要返回到他们湘西去了。对，有空来我们湘西玩。行行行，来嫂子一起来啊，到时候一起来。来。感谢，愿你们越来越好。哦，也祝你们越来越好。希望小薇的身体也越来越好。啊，一定要好好保养。嗯，好。到时候我们到湖南郴州见，要么就是去你湘西见。自己来，自己来我们湘西。对，到时候咱们见。好，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啊，到这里了哈。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